放开脚来给他踢出去就对了。来，现场的好朋友，吹球啊，三二一哦，好，来，预备，三二一，出发！呼呼，掌声鼓励！谢谢，请我们上台，台上的贵宾留在台上，跟我们一起来留下一张。阿妈来赞。好，可以吗？好，谢谢，谢谢。不要忘记了，预备，预备。你醒了吗？醒了了哈，醒了了哈。我以为你还在睡觉。好，一二三。好，很好，斜了一点点，没关系。好，来，一二三。好，大家同进一分。来，接下来，接下来，好好。预备备，停！看家彤第二波，来家彤看会不会连三哦，好不好？好 ，OK， 一二三，家彤进第三分，建良国小三分。好，来哦，紧张紧张紧张，气球气球气球。真正是八十五岁打手的船来，有足多人哦，来过过袂起啊。这个初一长哦，我事先有偷跟他讲说有练过。所以初一长呢没有练过，他动作比较慢。哇，这你哦，我太快了。观众，观众，啊来是哦。运动公园，运动公园，做伙来运动，做伙来运动，做伙健康，健康，快乐，哎，啊，免烦恼，是，来到阮比赛，夹球比赛，哎，阿妈八十五岁了，啊，八十五岁了，来运动赛，我等下去，我无抽烟，哈，我相信，这次哦，咱国际性的新冠疫情，我相信咱大家拢会知，讲健康哦是上重要的。那有句话说，要活就要动了吼。尤其这疫情期间，那嘛差不多三四个月吼，大家拢无这户外的一个活动了吼。啊，即下莫主席伫咱这个森林吼，那疫情有相对比较稳定啊，所以咱的协会吼啊响应着咱体育署吼所举办的这个运动爱台湾的一个这个精神，所以举办这个户外的活动是真趣味的趣味活动啊，内容吼。这个老少咸宜啊哈，那刚刚我们的主委有讲得很清楚了哈，啊，希望我们这礼拜六在四五运动公园欢迎哈，咱的国人哈，咱的亲朋好友哈，就是全家啊一起来参加哦这个亲子活动，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因为咱啊健康哈，啊家庭就健康，啊咱社区就健康，啊咱的这个馆，啊咱的这个国家哈就健康，啊我们一起来运动，一起来爱台湾。我们今天所办理哈，在9月25号星期六在四五运动公园办理的全家寻宝爱运动，就是承体育署六年的运动爱台湾的计划，今年是第六年。那最主要的活动是想要所有的民众能够自发性从家里每个人全家大小都出来运动，因为运动对身体的健康非常重要。运动为什么可以爱台湾、爱国家？因为运动以后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不会浪费医疗资源，这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责任，所以也是爱台湾的行为。那今天的活动，我们所设计的主题、活动趣味内容，很多东西可以来赠送，只要有参加者都有奖品。我们有准备了越南的凉拌面、新著名的印尼的礼品，还有我们的古早味鸡鸭冰，还有我们街头艺人协会理事长带来500份的面膜，大家在运动的同时而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面子，让我们的皮肤更好。那尤其我们在四湖可以说是武士之乡所以我带来了我们的武功秘籍，要现场赠送，有喜好武术的人赠送他们。那奖品非常丰富，
包括我们的保温袋，还有野餐垫啊，还有足球，还有我们的随身碟等等，非常多。欢迎啊，所有的民众，星期六记得一定全家大小携手到市府运动公园，这么美好的地方，休闲娱乐兼运动，这是啊最重要的。感谢各位，谢谢。